不是吧，我的体型怎么这么小，以现在的血量只能吃点毛毛虫发育，不过只要我的速度够快，绝对可以成为这片陆地最靓的仔。是吗？小粉丝，我们赶快把小米给吃掉。糟糕，别追我呀。好吧，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。完了，这下直接回到了最初的状态。哼，这次我离你们远一点，看我吃，我再接着吃。哎呀，这不是小迷吗？哪里跑？不是吧，大姐，你怎么老是追着我不放啊？因为就你血量最低。可恶，你给我等着。嘿嘿，现在我已经有1000多的血量了，可以解锁狂暴技能了。哇塞，这暴走模式牛啊，一口一个巨型蜘蛛，简直不要太刺激。好家伙，又是兔妹妹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小粉丝，这次咱们两个前后夹击，不要给小迷留活路。可恶，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不然等我变成蛛王，你们谁也跑不掉。哎呦呵，你以为我是吓大的吗？给我狗带吧。好吧，你们两个这样针对我自己，还玩个毛线啊。不行，我不能摆烂，这边看我继续发育，看我怎么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的。哎呀，小伙子别跑，赶快到碗里来。可恶，居然追不上，看我开启狂暴模式。哇塞，你们看，吃掉一个小伙伴居然可以增加这么多血量。嘿嘿，小伙子你别跑，赶快领盒饭了。臭小迷，你躲到哪里啦？赶快出来决一死战。切，有本事你先找到我再说。好家伙，差点被发现。现在我只有7000的血量，看我继续开启暴走模式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哇塞，现在直接吃成了蛛王，你们看血量有20000多。哎呀，臭小迷，没想到你变这么大了，不过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是吗？我看你是厕所里点灯找死。糟糕，我怎么狗带了？因为我现在已经变成了蛛王，你和小粉丝两个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有什么好嚣张的，我可是有吐丝技能的，看我蜘蛛吐丝。切，就你这点技能根本进攻不了我的。让你们刚刚联合起来欺负我自己，再接着给我狗带吧。可恶，那这次我就躲在最上面，不相信还能被你给干掉。躲到哪里都没用，今天你是插翅也难逃了。Nope. 糟糕，这体型太大，居然还跳不上去。不过问题不是很大，看我直接百段跳。嘿嘿，小兔子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我错了，千山万水总是情，给条生路行不行？伙伴，你们说要不要放过兔妹妹呢？